松手！可是他还在大量出血吗？哎，你哪来的医生？我今天是来同心报道的。普外的。啊？听你讲。既然是普外的医生，为什么不汇报病情？花儿叫李硕，高空坠落伤五楼摔下来的，颅脑损伤，有出血，应该还有血肿，深度昏迷，对光线反应迟钝，脉搏呼吸微弱。 GCS 几分？啊？呼吸衰弱，呼吸多少？脉搏多少？为什么用这个姿势把孩子抱过来？啊，因为他的颅脑跟胸腺都有挫伤，所以给他侧过来，仰卧位搬运。你松手！你知不知道你指压他枕头脉那么长时间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？ 去做CT，联系手术室准备手术。来，我也去帮忙吧。你让一下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要报到吗？啊，对啊，差点忘了，我还没报到呢。天哪！